接着看，说法庄严最后一段的八圣道分，这个八条前面的跟诸位略略的讲这个名相的含义介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世尊教学的纲领原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都相应啊，但是在不同的法门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要懂啊，让我们在修学现前呢，就能够得利益，就能够啊达到我们的愿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些同学修学的是净宗法门，那净宗法门这个八正道怎么个解释法呢？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定见、我们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如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决定不怀疑，这是正见呐。啊，我们的正见不是直接见到西方世界，是间接听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世尊有坚定的信心，啊，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老人家所说的话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啊，佛讲的话字字句句是真实的。我们正见呢，以净土三经建立的啊，深信不疑，这是净土宗的正见。净土宗的正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正思维啊，思念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也就是经要熟读，要常常想经中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常常想。前面这个正见是信心呐、啊，这个地方是思维呀、啊，常常想啊。为什么？如果不想西方极乐世界呀，你就胡思乱想了。
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是轮回业。啊，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果报。啊，所以我们把轮回的心、轮回的念头、轮回的业，转变成西方净业。啊，我想极乐世界，我想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报庄严、正报庄严，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怎样落实在现前生活之中？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好啊。什么是净宗学人的正语呢？正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正语。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打招呼，啊，都是或掌阿弥陀佛，啊，人家叫我们的名字，我们答应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电话，拿起电话起来，阿弥陀佛。我们的正语，时时刻刻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那我们的正业，意业想阿弥陀佛。身业礼阿弥陀佛，口业称阿弥陀佛，净宗的三业。啊，正命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身，有一天受命念一天阿弥陀佛，一教奉行。生于一三业的演说啊，为人演说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是为人表演呢，让人家看到，啊，这不容易啊！人哪个人不死呢？人都要死啊！谁能够走得这么自在呢？这么潇洒呢？这么清楚明白呢？念佛人。这是为人表演呢，为人演说啊，非常有说服力啊。那么这些科学不能解释啊，这是超科学，科学是有限的。啊，就是有局限的，有范围的，还有无局限、无范围的大学问呢，科学还没有发现。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临界超越科学啊，换句话说，科学的范围啊，只是在人道啊，人道以外的设法界里面，它只有是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还是有限。
他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他不能够适用于十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不懂，你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当中，这个范围是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那真的佛经上讲的是事实，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佛法给我们讲啊，觉迷啊，那么说到迷信，说实实在在的话，迷信宗教，迷信古圣先贤，我们很冷静很客观的来观察，比迷信科学的利益要大。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宗教里面所讲的，超越我们人间的空间维次，它真有啊，它不是没有。灵界确确实实存在呀，现在有不少学科学的人坚固执着科学但是这些人一接触到灵媒，他相信了，从他自己身上自己经验里面真实确确实实有灵界的存在这些科学家几十年迷在科学里面，最后相信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报告最近印成书诸位能看到在中国在外国太多太多了都回过头来了，都相信了肯定灵界的存在，这个灵界泛指除人法界之外的九法界都叫灵界，灵有高低不一样在所有宗教里面佛教讲的最清楚，讲的最透彻不但把正报讲得很清楚义报也讲得非常清楚义正庄严所以义义的就是生于义的造作，不违背经教，正义违背经教，邪也就错了什么是正命？
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化缘，不作会，不做经忏佛事。每一天就像一般打佛七的课程一样，那我们这个学会跟净宗学院加了一门功课讲经，戒心相应，这是我们的真命啊。我们依这个来活命啊！今天道场没有恒产，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化缘，我们的生活从哪里来？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我不担心，我为什么不担心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一心向道，一心为法为众生呐。这一生呢？由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心。今天没得吃，饿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一点都不操心。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饿一天。这个饿一天呢？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就是修布施啊，这个我讲的太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外财布施，我们内财在布施，每一天在表演呢，在给大家看呢，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天天没有间断呢。果报就很殊胜了，什么都不缺乏了，不求而至，我这50年来亲身的体验，确确实实如此，我一点都不怀疑。绝不为物质生活起个妄念，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你相不相信？道场有护法神护持啊。除诸佛护念之外，还有护法神护持啊！你的心在道，行在道，
护法神也要照顾啊。如果你心行与道相违背，那什么叫道呢？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我们样样遵守，心行在道。如果我们不遵守，那心行就离开道了，离开道了，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护法神也走了，不再照顾你了。啊，你几时生忏悔心，我错了，我回头了，佛菩萨又来了，护法神也回来了。护法神佛菩萨不会生气的，啊，你心行与道相应他就来了，与道相背他就走了，啊，所以还是相应的好啊，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自己的见解、思想、言行跟经典相应，不相违背。读经真正的用意、目的在此啊。我们的生活是正命啊。正经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懈怠啊。首先成就自己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妄想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啊，确实那根本有断的，但是怎么样呢？不发作了。在逆境恶缘里面不会生烦恼啊，不会生嗔恚心，在顺境善缘不会起贪念，这就是功夫成片了，你扶住了。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的功夫就能够保证往生。但是这个功夫啊，你要一直保持下去，你不能够大意，不能够轻心。要知道烦恼习气很重啊，烦恼习气累积的这个时间太长，如果我们稍稍粗心大意，它又冒出来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高警觉，一点都不敢大意。到什么？到事业心，事业心完全控制住了，不必作意。他也扶住了。到礼业心呢，那就好了，把这些烦恼习气
转变成菩提了，那真的叫断烦恼了。啊，离心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啊，这是一般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念佛念到离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证得的，啊，但是功夫成片呢，可以说每个人只要你肯用功，你能够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功夫成片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啊，这个得到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自自然然的，并不是有意来控制，有意来压，有意来压，你是在修学的阶段，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功夫成片真正得到了，不要作意，自然的。就是反应呢很自然，好境界呀，不难呐，一般人真正肯干的人，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来看，三年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很多，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我达不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要生惭愧心的，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个人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只要我见到他，我对他一定比他对我还好，我报答他，所谓是受人滴水之恩呢，常思涌泉为报，但是他不在我面前呢，这个心里干干净净，痕迹都不留，这是智慧就是什么呢？决定没有贪念这一见面呢，报恩感激的这一种心自然就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呀，这不是情识啊，这是智慧呀。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那也许同学们要问了，有很多人问我，馆长走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常常想念他了？是啊，
那这是不是属于贪恋呢？如果落在情识里面是贪恋，如果在政治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教学。我们这里给馆长做了一个纪念堂。这是教育啊，社会教育啊，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啊。过去他对我们的好处啊，我们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呐。啊，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特别在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呀，知恩报恩的少了，都是忘恩负义呀。啊，忘恩负义，国报在三途啊。知恩报恩的时候，国报在人天呐。怎样能帮助一切众生不堕三途啊，还能享人天福报，这个是这个教育功德很大很大。如果这样做，心地又保持清净平等觉，超越六道轮回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真业真命。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啊，怨恨的人，冤家对头，心里头不能有一点嗔恚，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啊，不但没有，时时刻刻还要注意到，他要有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啊，常常倔了，冤家要化解。啊，过去的续怨，现在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当他遇到困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计前嫌。这个结就化解了。佛法在世间干什么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佛法住在世间是教化众生呐，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教学。啊，觉正境的教学，拔正道的教学，啊，第七个正念，念兹在兹。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正念呐。二六十种支持名号，正念。啊，一切言行与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相应，作念，正住双修啊。
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阿弥陀佛。啊，与佛相应的，啊，真定，这一生一世，我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啊，我就依这个经典，绝无动摇。的真谛，净宗的八正道啊，我们再看这个后面呢，有一行文：八正道有这法觉分啊，这个七菩提分里头第一条啊。不以偏邪故入正道啊！抉择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法门，无漏圣法叫正，能通涅槃这叫道啊！那经中真的是正道里面的正道。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这是道啊，大道啊！三十天七品，受法虽尽，啊，这是三十七个大纲啊，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之法、所修之法，通通包括尽了，没有一法能超越其外的。但是你要晓得机缘不等啊，每一个人机是机会，缘是缘分啊，每一个人生生世世的机会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做种种开合啊，开就是展开，合就是归纳啊，展开无量无边法门啊，要是归纳呢，合起来呢，合起来就不外乎觉真经了啊，不外乎戒定慧了啊，通通都包括了啊，名义不同，无不言长啊，言是诸佛菩萨天天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啊！你要真会看，情与无情通通在表演啊！这个诸佛如来表演正面的，表演觉那一边；六道众生呢，表演迷这一边。我们在台下看戏，看得好清楚啊！哦，觉那边是光明的，迷这一边是黑暗的。行善得善果，造恶得恶报。变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呀！啊，我们自己在这个里头啊，又是演员，是又是观众啊！这个一般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是观众，观众不是演员，我们这个很妙啊，妙极了
啊，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以这个法叫妙法了。啊，真正修行人，修觉真境的人，他什么都在观察，什么都在看呐。啊，整个宇宙都在表演，他在这个里面成就界定慧，成就了觉真境。啊，没有一法他不清楚。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性相离事因果。寥寥分明啊，这是慧也。般若里头的无所不知啊，啊，虽然无所不知，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啊，这大定啊，啊，这个大定呢，这大定真心呐，慧是真心的起用啊。啊，心即灭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就为我们显示，啊，摩尼就是清净即灭。啊，我们自己对自一定要修清净即灭。啊，那个灭就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啊，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即灭相。啊，心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又非常慈悲，能忍，释迦是能忍。活的不是死的，啊，外面境界这个能量讯息传过来，立刻就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从寂灭之离体上升起的反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我们对于这个境界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我们怎么修法？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哦，晓得佛菩萨是这样的，那我得要好好跟他学。啊，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啊，仁慈普度一切众生，你看不爱自己的清净寂灭，啊，离世无碍呀，世事无碍呀。这个我们才知道，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发生的，立妄想分别执着，世事无碍。啊，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无不言长。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福灭烦恼也。啊，福跟灭是两个阶段。啊，在我们念佛这个功夫里面讲非常明显，功夫成片福，事业心不乱还是福，理业心不乱了就灭了。啊，烦恼统统转了。转烦恼成菩提了，啊，离业心才转。
啊，那么由此可知，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功夫，事业心不乱呢，超越六道了。啊，那是四圣法界，啊，还是福。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转了，真的灭了，烦恼灭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三宝略释，三宝，简单的说，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三宝的名字，佛法僧。佛有法、报、应化，有三身呐。法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这都常讲了。法呢，有四种，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有教理行果啊，这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不管这个经大小，不管这个经浅深，通通具足教理行果，如果这个经里头不能包括这四个意思，这不能称为佛经。只要是佛经的话，一定具足这个四分，教理行果。僧呢，三乘先生。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个里头有贤有圣，贤圣的差别不一样。菩萨里面贤人是初住菩萨到社会相，圣人是初地到等觉，三贤十圣菩萨的是贤圣小乘里面的贤圣呢，四果是圣。四相呢是贤，初果相是贤，须陀洹呢就算圣，二果相是贤，斯陀含是圣，这三贤各个阶层的贤圣不一样啊。贤是在修学的位置，圣呢是正果的位置，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你在学校读书没有毕业，正在学习，这是贤。你的课程读完了，毕业了。
拿到学位了，这是圣。好比我们现在世间这个学校的制度，你在大学念书成为贤，哪一天你拿到学士学位了，你就是圣，小圣。再继续念书呢，念硕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贤，学生都是贤。硕士班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这圣，终圣。如果再念博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贤，这是贤位。博士毕业了，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了。上圣，上中下了，三乘显圣呐。佛法僧，三宝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坛经》里头不讲佛法僧，他讲觉真经。我初读《坛经》的时候，我就想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别人都是讲佛法僧三宝，他为什么讲觉真经？必定有缘故啊！这个缘故很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佛法僧呢，概念呢模糊了。只知道这个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六祖大师有智慧，大慈吧，大悲也。他把三宝的意思给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得受用。他给人传授三皈，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的。他传授三皈的时候，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样传授的。注意在《坛经》上就看到了，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要是多加几个字，大家更清楚的认知什么是佛呢？觉而不迷是佛。什么是法呢？正而不邪是法。什么是僧呢？净而不染是僧。你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不会再说你佛教是迷信了。否则的话，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你说佛，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你说法，他就想到经典；你说僧，他就想到出家人。换一句话，完全着了相啊，着了相不知道意思啊。所以社会大众啊，就产生一个误会，佛教是迷信。那六祖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立刻就化解了。所以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你就用六祖大师这个话告诉他。佛教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简简单单十二个字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正法了啊，这是常识，这是学问。我们借助看三宝的略示啊，别相前面跟诸位简单介绍过了，下面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里面，佛是什么意思？湛然智照，临明觉了，这是佛。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德能，现在科学里面的术语叫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自心，你的真心啊，本来就有的，啊，本有的。佛经上常常讲的“法尔如是”。这个不关修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不来不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不增不减，你觉悟没有增加，你迷惑也没有减少，所谓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信得了一切众生呢，个个具足啊，平等平等呐。湛然是清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自信真心的本体，它没有形象。他无处不在，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从体上讲的真心本性啊，是宇宙人生自他的本体，它是一不是二啊。什么是法宝呢？色相离体，清净圆妙啊，这是法了。色相，色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实相。就是唯心所现，这实相啊，清净圆妙啊，这个相的时候
真的是一尘都不染呐、圆满微妙，或者说圆融微妙。这个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妙啊！这个是一体三宝的法宝。实在讲，佛法生是一，不是二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不能分家的。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佛是从体上看，法是从相上看，身是从用上看，从作用上看。啊，那个身宝呢？离智不二，合合无为。啊，你要真正参透了，明白了，宇宙之间是一个大河啊。啊，日本的文化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日本的祖先很聪明啊，把他们的民族命名为大河民族。啊，这个大河的思想是从中国儒道跟佛法的精髓呀。先人的祖先呢，用这个来教导后世子孙呢。后世子孙如果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够把它落实，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是佛经上讲的经纶圣王，全世界的领袖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为什么呢？你推动和平，世界和平，世界是一家了啊！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全世界，就像爱我家人一样。大火，啊，那么祖宗虽然提出来了，后世没有做到啊。我们不要瞧不起祖宗，不要认为祖宗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啊，他们的精神文明我们后人真的无法想象啊。啊，他们的智慧学问心胸见识真的是博大精深呐！与法性相应呐！啊，佛法是印度的文化，儒道是中国的文化。千万年来蕴积着真理，啊，绝对不是前智之人所能够窥见的，
这是讲一体三宝。底下一段，行树演法，我们把这段经文啊念一念啊，舍利弗啊，我们接着念哈，接着念这个经文。舍利弗，如卧为此鸟，摄是罪报所生，所以这何必佛过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过度尚无卧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呢，行树演法，风树作乐啊，这个风吹在宝树，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啊，众宝所成啊，这个风一吹也，这个树的枝条啊，这个树叶互相碰撞啊，就发出音声啊，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世间人啊，常常用着风铃一样啊。现在在外国我们也常见啊，风铃啊，我们挂在户外啊，风吹的时候啊，自自然然它就出很微妙的音声。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更不必说了，宝树太多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美妙极了，风树作乐，不是人去做的。他所处的这个音声，诸位要记住，佛常常在经论里头跟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一段事情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出这个水的实验啊，水洁净这个实验，他做了八九年了，很有成绩啊！我们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书啊，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证明了啊，发心啊，真心发心呢，湛然之照，临明觉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见闻觉知”，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啊，具足本能，啊，这现在人家能量本有的能量，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有这个能量啊，所以水证明了它能看能听能觉能知
啊，我们给他这个资讯，啊，这个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啊，善的好的，反应非常之美。啊，那么这是水界经里面看到反应。啊，还有练气功的。啊，练气功现在也很这个流行。啊，测验当中呢，这小朋友七八岁到14岁以下，没有受过什么染污，心地很清净、很天真，这种小朋友，只要经过1个小时的训练，他的手指头啊可以摸字，可以认识字。啊，你写出这个数目字，啊，从一写到100，啊，这100个，啊，你不要让他看，你让他手去触摸，然后叫他说出来，这是什么字，他能说得出来。啊，几十次的试验，没有一次错误，说明什么呢？手能看，这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心要清净，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东西的什么？你写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鬼神的名号啊，这个字他不认识，他有感觉。啊，你写个佛字，哎，他这个里面放光，金色光，放金光。打开一看是佛字，啊，有的是叫摸，哦，这个就放光，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啊，打开一看写着药师佛，啊，只有灵界的东西啊，写这种字的时候他认不出来，他能把里面的形象给你说得很清楚。这一些人去做这个实验呢，找小朋友实验呢，大概100个小朋友里面呢，可能有10几20个实验成功，啊，最多的时候啊，100个小朋友差不多就得有40多个，啊，这是最多的，最少不会少过10个人，啊，年龄在7岁到14岁。这就是科学的实验，这个实验都没法子解释啊！啊，证明手触摸，啊，真的能看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俗作恶，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心多净、多善、纯净、纯善，外面这个音乐的音声呢？跟你的心灵起感应道交啊，最美的乐章啊，不是人写的，自然的实在说呢，我们现前这个风树一切的音声也都有乐章，随着这个世间居住的众生他们的心力反映出来的音声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善呢，心不清净呢，所以这个音声很恐怖啊，让你听到没有安全感呐、啊！啊，狂风暴雨，记住，
一定要记住，佛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什么是正报呢？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正报，所有一切物质环境，我们自己身体，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例外啊，它是物质啊，所以心跟物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啊，这个物质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决定不能分。如果要分的话，它怎么会有感应呢？啊，那不可能有感应。它的本体，本体是真心吗？是法性吗？啊，法性它自自然然具足，临明就了吗？啊，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吗？这他的本能嘛，他怎么不会听呢？怎么不会看呢？那你就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山河大地什么他都看见了，你还能瞒得了谁呀？啊，我们的言语说话，说悄悄话他也听到啊，尤其是现在用这个手机啊，借着无线电，你这个话传遍整个虚空。啊，对方人拿到手机，这个能听到你的，那个灵界的众生不需要手机，他全听到了。啊，事实真相。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了，要慎独啊，一个人要谨慎啊，所谓是舍手所指啊，舍目所视啊，啊，就好像常常有十个指头在指住你啊，有十个眼睛在看着你，现在我们晓得不止啊，无量无边的眼睛在看你啊，无量无边的手在指住你啊，哪里是十个？如果十用佛法讲表法，啊，佛带十代表圆满，这讲得通。啊，所有一切生物，我们今天讲生物，还有非生物，啊，生物是有情众生，无生物是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全都看见，全都听见。人不能起恶念，不能说恶言，不能有恶行。啊，所有一切众生、天地鬼神，通通都看见你。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逐渐逐渐证实了。啊，在从前我们只在古籍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啊，相信科学人是迷信。现在被科学证明啊，真的有这么一桩事情。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切万物都有法性。啊，法性它本来就具足临明觉知，啊，也就是，这个日本科学家发现的，啊，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
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这是本能。啊，这个是自性、法性本来具足的能量。散布在虚空法界，散布在一切众生。再看底下一段，啊，所以微风作乐，微妙法音，闻震发落。啊，听这个发音呢，都会开智慧。啊，会让你心地更清净。啊，自自然然念觉、念正、念净，自念三宝啊，得正念落也。此中显化前微风、树王等因，即一切一真假实。啊，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假是相分，啊，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法性，啊，所变的法相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生灭，啊，能变的法性是真的。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身四德了，毫无差别呀，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化身、报身、应化身，四德是常乐我净呐。啊，不但这个经上讲的这些鸟不是畜生呐，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何况有实呢？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要知道这种变化所作只限于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是刚刚去往生的，凡情还没有断尽。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变化所作啊。我们从这点看的是慈悲到极处啊。啊，阿弥陀佛是真正是好老师啊，纯纯善诱我。啊，底下说，情与无情同玄妙法，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言说，随类过解，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啊，为什么听到之后，他们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自自然然生起来？环境太好了，啊，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好的环境，哦，要用很多心思，要去这个设计，
啊，去想象，去设计。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园林，啊，人工造的。苏州、扬州、杭州，啊，北京许多地区在从前，啊，这个国王、大臣、大富长者，他们家里的花园，规模都很大，啊，这个一般人大概最熟悉的，啊，因为看过《红楼梦》小说，《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精心设计，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真正的大观园，不用设计，自自然然变化所作啊。这个里头的微妙到极处啊，无法想象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呢？性德自然流露，啊，就是你真正的达到纯净、纯善的境界，完全恢复了自信，自信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是这样的美好，一丝毫的缺陷你都找不到。人工设计的，设计的再好，还是有漏洞，还是有缺陷，啊，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自信流露出来的是真善、纯善呐，啊。那么这个里面，情与无情，情是指众鸟。啊，无情是树木花草，都说法了。啊，鸟在那里叫的时候，你仔细听，它在说法。风吹树叶，啊，树都是宝树，啊，这个树叶互相撞碰的时候发出的音声，也是在说法。啊，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音声，周遍法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他说法的内容。四教道品啊，无量法门同时演说。啊，那同时演说，那我们不是听乱了吗？哎，不会，你想听哪个法门呢？你去听，就是说这个法门。我们两个人同坐在一起。我想听弥陀经，仔细听呢，他所讲的全是弥陀经。你坐在我旁边，你喜欢听华严经，啊，你所听的呢全是华严经，妙啊！啊，这就是真正佛法里头所说的佛义。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听什么法门，你听就是那个法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做不到啊，科学仪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设备，啊，我们有个播音室。我们把
这太多了也不行啊！啊，几十部经典，甚至于几百部经典，在不同的频道，啊，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同时播出去，你想哪一部听哪一种经，你还要按个按钮，频道按对，你才能听到。啊，频道不对就听不到了。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小的收音机。啊，我听华严经，我按华严经的频道；你听弥陀经，按弥陀经的频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了，啊，他没有频道啊，啊，他也不需要用机械啊，随心所欲。啊，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想看什么你就看到影像，很不可思议。啊，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我们那些亲戚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你这个念头才一生，娑婆世界就现在你面前，你通通都见到，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大圆满。这一点都不假了，啊！现在我们说这些话，相信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啊！为什么呢？这种可能性被科学家肯定了，啊！这近代的科学家了，啊，他们所发现的。钟茂生居士在我们这里做出的报告，啊，他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上一次做这个报告他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再做一个，可以，欢迎他随时上山来，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啊，再做详细的报告。他这一次报告的内容是三桩事情，啊，第一桩事情就是时间空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的时候没有了，啊，时间空间等于零，啊，就是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呢？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就在我对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变成一个了。这佛经里面常讲。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意思。啊，时空等于零。啊，这是科学现在第一个发现。啊，第二个发现呢，无中生有。啊，般若经上讲的这心经，大家常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证明这个道理，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无中生有；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的时候，有归则无，啊，这有又归空了，
啊，他第三个所说的是宇宙的起源。啊，宇宙起源是一时顿现。啊，那这就不是进化的了。从前大家相信进化论，现在科学又进步了，发现了宇宙不是进化的，是一时顿现。这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佛经不是预言了，不是神话了。啊，从前人善根深厚啊，他信啊。现在人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啊，必须要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你才相信。啊，这个就是说明从前人比我们现在啊，要用世俗的话讲，他们比我们厉害。啊，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啊，他们的善根比我们深厚。啊，我们今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科学来证实，我们把它迷信两个字就埋葬掉了，你说那多可惜，那是真理，那是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在这一生中当面错过，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典上读的这些境界，由科学来给我们做佐证，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呐。啊，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个里面生信，啊，生起向往求证的愿望啊。那么你要向往，你要求证，你就依照经典里面方法去做，你能够证实啊。后面有一小段呢，总结啊，总结这一段，一报庄严，令身心一切庄严，皆导师愿心所成，种子所现。啊，这个就是讲的佛力加持。令学者深信，这是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难信之法了。啊，如果没有科学来给你做佐证，真正能深信的，确实，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那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论义呀，恐怕一亿人当中啊，才只有一个。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70亿人，真正深信的，大概在全世界来讲啊，70个也许有。啊，这是决定往生的。你看，它不成比例啊，一亿、一万万人里面，
才有一个。希望这个科学的论证呢，我们要普遍宣扬，要让大家都知道，使深信经教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有科学证据，这不是迷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昨天我听说中国大陆长江的水坝昨天开始蓄水了这一蓄水将来的水位大概要是升高170多米，两岸许许多多的古迹都淹没了许许多多的神庙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丰都城，丰都城是鬼城呢，也被淹没掉了。长江一带的龙王庙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龙王庙也全都被淹了。我看到这个资讯，有人传真给我，通告沿岸这一些鬼神，包括些妖魔鬼怪，住在长江两岸的，劝导他们搬家。更重要呢，劝导他们要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香火的道场，现在全被水淹没了。决定不能责怪长江流域里面的居民。希望他们能够明理，能够发慈悲心，移居到更好的宝地。决定不能够降灾殃给这些群众。那这个是一般人看到是迷信完全不合科学可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的时候相信说灵界确实存在他们把这个讯息传来给我，我说很好，这样做法非常好真有感应呢。胡居士的母亲星期五晚上当天我们到场就发起做30系列来超度他，到第二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有感应
有同修告诉我，他母亲到我们这儿来了，真有啊，不是假的呀。韩馆长虽然往生5年多了，有不少人感应到他在我们这个道场护持啊，没有离开呀。我们许许多多同修都没有怀疑，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是要叫我们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阿弥陀佛行愿所成，种智所现，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变现出来。这是说佛那一边，再看底下一段呢，借无人敬业所感为师所变，不是说完全是佛现的，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心愿戒行跟佛要相应，这个境界同时现前。如果我们心愿戒行跟佛完全相违背，佛现的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要相应，你就会见到了。那么借无人敬业所感，这是念佛往生的人。念佛往生的人，我们常讲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应，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他能见到啊，他能受用啊。佛性身心互为引之，什么叫引之？智是智，引是幻影，像我们一个人身站在太阳底下，我们人身是智，是智。太阳下面有个影子，有个我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幻影，阿弥陀佛是实质呢，那我们是幻影，我们是实质呢，阿弥陀佛是幻影，互为影之啊，不能说一定啊，阿弥陀佛是智，我们凡夫是影，不能这样说法，这样说法不平等了，这样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互为引之，生佛引之是一，不是二，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比喻，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好像我们一个房间点着很多灯，每一个灯都是开着的，你看到好像是光是一，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光的光明，为什么呢？你熄掉这盏灯光没有了，并不妨碍别的。你开着，你这盏灯亮了，跟大家合在一起，其实呢，过是过的光，每一盏灯光都是周遍这个房间，光光互照啊，似一非一。非一是也，全理成事，全事皆理，全性其修，全修在性，亦可常是也，深常是也，这才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
地球上状况啊，也如是啊。不同的呢，就是心的染净不同，行的善恶不同。西方极乐世界心纯净，行纯善。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人心的时候，染多净少，恶多善少。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多，苦难多，原因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